过筛，我看我有没有再过到神奇的东西。哎呦，这个活体化石拿来玩一玩。这样。哎，镰刀龙，哎，我也拿到镰刀龙了，哎。好哦。镰刀龙，我要拿来养吗？你觉得？啊，它又叫龙来咬人了啦。镰刀龙不会咬人呐、啊，你看过兔子那只咬你吗？因为我还没进去而已。不会啦，想太多。要不要吃啊？来，各位观众，我的镰刀龙会不会臭掉？你要问，你完蛋了。你都很多时候都是不要问才不会。拿。对。有时候有些事情不要讲太多比较好。角冠龙，我也拿到角冠龙了哎、欸，我好像开始跟你们会拿到重复的龙了。龙就拿了几种而已，你知道？不是啊，还有很多吧？不可能只有这几种啊。不好说。你要不要来维持一下我们作物的生长啊？不用。不用。要维持什么？啊，就是种田啊，不然要干嘛？你拔，你就要种啊！啊，对啊，所以我问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啊，没，我没有拔，干嘛种？不是，我问你要不要一起，跟你有没有拔冲突了吗？我不是啊，我身上食物够，我干嘛去拔它？不是、啊，我意思是我是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种田？啊，你种就好了。不是啊，我问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哦，对，哦，终于听懂了，不是你啊！我靠！等一下，这样身上东西捡不起来。不行，这样太坏，这样太坏了。你要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巡抚的吗？啊，有暴龙、异特龙啊，两只，还有那个苍龙啊，三只。嗯，之后好像还有什么那个什么烈咬陆鲨啊，还是什么东西？啥？哦哦，什么无齿鲨啊？无齿鲨？烈咬陆鲨？哦，巨齿鲨，巨齿鲨。玩错游戏啊？没有啊，烈咬陆鲨，谁说烈咬陆鲨不能巡抚的、啊？我只中锣鼓哦。好。好。还是你要我帮你弄马铃薯？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我觉得他会打死我。你要干嘛、啊？不讲话。你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先跟我讨论一下，有讨论有机会。没讨论没机会，怎么回事？我就直接讨论讨论不会，讨论就不会有机会了吼。快点啦、啊！你要跟我讲做什么坏事啊？很坏的事。废话，不坏的事是怎样？做一半哦。还是不要好，还是不要好。快点啦、啊！没事没事，我要把它我要收起来，我要收起来。好、哦，所以不做了哦。目前不做了。好，不做就好，乖。那我要做了。你到底要干嘛啦？这种垃圾人自己作孽。啊？啊？我又干嘛了？你是留着也不知道干嘛，我们琥珀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到底想干嘛啦？你可不可以先过来帮我一个忙？你要干嘛？你的声音怎么变那么小啊？因为我刚把耳机拿走。我说你可不可以过来先帮我一个忙？你要干嘛？来田里把萝卜吸一吸，自己吸？不是啊，身上空间太满了啦。那你不要吸啊！不吸啊，会消失啊。五分钟？我已经打一堆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帮我吸一吸啊！要啊！你们不要把它理解得很脏的东西啊！什么啦？没事，你以后讲话挑字一点，他们会自动翻译成很脏的东西，你讲话要注意一下。为什么变成我讲话要注意啊？我开台还要注意我讲话啊？对，为什么啊？萝卜剩两个是怎样啊？你捡去哪里啦？我没捡啊。那你到底来干嘛？然后你觉得要还是不要？不要啦，当然不要啊！开什么玩笑？好吧，他都不要那就算了。到底想干嘛？没事。然后你早晚都会知道的。好了，我帮你弄一点马铃薯好了啦，看你可。可是我身上有一组啊，不用。啊，我身上也有一组啊。欸、你拿去烤，下次再吃。好，好。我他们都说要哎、欸，可是我要采收啊，大哥，马铃薯不用采收的、啊。可是他们早晚会跟我生，然后早晚会跟我生气的。怎么路边就有一堆垃圾啊？我跟你讲，会边走边丢垃圾，只有你，我很乖，我垃圾不落地。那个碎片谁放的？我。可是那个不是垃圾啊，是那个是资源，放在路边。这是玩具，你用了吗？这是玩具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有好几波啊。不用那么多啊，家里是吃不完的。真的吗？你到底是想讲什么脏东西？没有讲脏东西啊。那你刚才那边叫我什么注意讲话什么的？啊、对，做成标题，哎、欸，赞啊！我为我的标题来气你了。啊？我要为了做标题气你了。你要干嘛？不是你要做奇怪的事，你先讲啊！你等一下那个是不能播出的，我就把你给炸了、啊。是没有不能播出了，没有什么不能播出的啦。真的吗？为什么这不能播出啊？我觉得你讲出来的东西就感觉是不能播出的啊。
啊？我觉得你讲出来的东西感觉没有要讲啊。那你到底想干嘛、啊？有观众说什么好浪费，用幸运搞挖作物啊？上次不是有观众说只要有幸运打作物就会比较多吗？那这样哪有什么浪费的？没差了。对 啊反正都可以修啊，稿子又不是不能修，对啊，真的不差幸运的啦，啊不是啊，应该是说不差赚稿了啦，我一定要挖，快点快关台了，我一定要把圣甲虫挖出来啊，对啦，修赚稿，他一定会吃我的大气，到底想干嘛啊？你好恐怖哦，还有什么？还缺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我要缺东西吗？各位，你们帮我看一下。我账户缺一点新台币，你呢？有，刚刚给了。屁！啊，你不要美金哦？也可以啦，看你哇，还要啊？看你诚意多少给多少，好不好？然后对不起。干嘛？你来看我？你在哪里？哎！你刚刚叫我不要做，然后。给我，我看，给我，锄头，他分得出来哦。给我，哇，还做锄头哎、欸，他分得出来，快跑！哇，杀来，我看，进来。你刚挖了几只？对，扑起。你挖了几只？哇，还多一只哦。我，现在怎样？对，扑起了。哪来这么多只啊？对不起啊！所以你刚挖到都故意在那边不出声，然后害我现在丢脸丢到家哎、欸！没有，你也挖很多只啊，你的可以让我们驯服动物啊，而、我的拿来做装备啊，很正常啊。太，我靠，你到底挖了几只啊？就这么多只啊！我才挖四只而已哎、欸！我的，还想超长一只啊？所以其实我才是要去喂苍龙的那个。等一下，怎么会丢垃圾？怎么会丢垃圾给我？剑还我啦！不小心丢出去的啦！哇，结果我才是要去喂苍龙的。好了，对不起啦，回来啦！我靠，菜鸟回来啦，对不起啦。他这个人，哇，天哪，直接让我最后关台的时候心情超差的哎！对不起啊，怎么有这种人啊？好了，明天吃火锅了。吃你妈！也可以啦。太夸张了吧！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，我不喜欢让别人丢脸，你知道吗？你屁！因为他们说我才这么做的。不是，等一下我问一下，你怎么沉住气的？你挖到那么多只，你怎么沉住气的？那就你怎么忍住不叫的？反正我都挖了第一只了。然后只有我像一个智障一样在那边叫的那么嗨哦、喔。没有啊，你也挖很多只啊！咬它！你要不要把那些圣甲虫拿去附魔看看啊？说不定会附到不错的东西啊！有啪啪！不要拿！回来了，看我啦！有啪啪了，有啪啪！给他啪！爱啪到了！你有什么毛病啊？太夸张了吧！为什么你可以忍住不叫啊？是我的问题吗？你认识火锅啦？是你妈啦！不要啦！受不了了啦！好啦，真的好难过，我真的不喜欢这样子嘛。为什么啊？你什么时候挖到那么多只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刚刚，你是一瞬间挖到五只哦？也太厉害了吧！啊！所以我挖的过程，其实你一直都有挖到哦、喔。加减了。哇！你这样害我要去喂苍龙哎！你本来就是被喂啦、啊。不是啊！哇！你给我几块肉，我去喂。好啦。你把那个晒干的肉拿来给我，拿去喂。走开啊！我挖第五只啊！第五只，这样加起来就十只了，我就可以关台了啦。那明天你要吃肉，还要算？为什么我的也算你的？我管你的，因为你骗我。啊！哇！天哪！这个人怎么这么……你真的心机粉重。没有啦，我开台没有要让人生气的、啊。这个跟之前你刻意给我枪剑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是你自己要的哦。不是我要，可是你没有跟我讲他的缺点啊。不是，那你要自己发现啊。哇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不是啊，那牌都是自己有问题啊。不是，那我问你，你拿到一个产品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希望这个产品有产品说明书？要。还是你希望你等到自己被电到之后，你才知道这东西不能插电？不是啊。啊哈！还是第五只关台，哥哥叫讲完啊？怎样啦？产品说明书讲完啊？哈，还是你要真的等到自己被电到，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原来不能碰到水？对。屁！你们叫我去喂苍龙的意思是叫我给他吃哦？难道不是吗？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哇嘞！
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叫我拿个肉，然后冒险去喂它这样子。没那么好运、啊。冒着我自己也会被吃的风险。才没那么好哎、欸。不是，好，你肯定要被吃的。可是还是要喂它啦，说真的。好啦，等下愿赌服输啦，我会下池子喂它。可是我要先看一下它的饱食度现在怎么样，说不定它很饱啊。喂，看不到啊，点不到第二次啦，大哥。哎呦。他的饱食度，哎、欸、呀，其实，哎、欸，其实他这样子超开心的啊！等一下我去喂他不开心怎么办？你在哪里？我要看。而且他饥饿程度是零、欸，哎，他一点也不饿嘛，哎、欸，还是饥饿程度是零，他饿死了。哦，是啊，那这个应该写饱食程度才对吧？下水，下水，好、哦欸、大走。他会直接把这只鸡吃了嘛？如果把这只鸡丢进水里，他会不会把它吃啊？哎、欸，拿错食物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实验一下，实验一下，把这只鸡推下去，看会不会有生食喂食秀啊？他不下去、欸。好好好，喂他喂他喂他。鸡耶、欸！他不咬我啊！你看，他还是喜欢我的嘛，是不是？这苍龙喜欢我，他没有咬我啊！给你吃。他没有配合哎、欸，他应该配合一下的。哼，这苍龙对我是好的、欸，你看他才没有，他才不会咬我嘞，是不是？他对我这么好。我以为他会配合你、欸，你才不会嘞！哦，这苍龙对我多好的、欸。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